顾客大家好，今天声音这边从乔山健康科技发出。那今天我们的陈金峰跟詹志尧我会来做我们一日店长。大家好。哎呀，球迷的声音只有这样。大家好。要有 home run 的精神好吗？他谁？真的考不倒你们呢。我是97.1，就是你们常常打开收音机哦，台南之音97.1的 DJ 夏薇，跟他安妮，可以吗？哎，不过大家都很尊敬他哎，所以不可以安妮，不可以，只能安妮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不敬你。好啦，那我们用最热情的尖叫声、掌声欢迎我们的。你说谁驾到？峰哥驾到，峰哥驾到了，所以大家呢要用最热情的尖叫声，再给我们的峰哥集掌声，好不好？欢迎他们。各位球迷大家好，那很高兴来参加一日店长的活动。那介绍好了产品按摩椅乔山的品牌，那父亲节快到了，买一台回家送给爸爸，不错，谢谢。那个张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瑶。那等一下，你是觉得来台南就要讲阿瑶他是亲切吗？当然啦、我是南部人。我知道啊、我们也是南部人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峰哥是南部人？因为我每天好像身体都没有办法组成一块啊。等一下，什么叫做每天身体没有办法组成一块？就像你要透过按摩，让它每一块慢慢组起来这样。所以你说不要合成肉。不是啊，身体零件没有组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我们的峰哥跟詹帅一起体验一下？就解除一下你们这个打球的疲，无后顾之忧。我们刚刚的那个峰哥有说，其实心情好啊。冷气吹啊，按摩很时尚啊。然后呢，让他心情好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达到无比的功效。那他的体验到底是如何？好哲学哦，对，让我想要深深的跟你进了一点。好险！真的有花拳哦。来，你坐过来。来呀。好，峰哥选了一个，峰哥再选第二个。我爱乔丹。你好，突破重围哦，选择空档就喊出来。那个红衣服的吧。太小了哈。来，恭喜你可以获得这神秘的礼物。好，看到张爸爸就是很谢谢他给球迷带来的正面能量。他高中当爸爸还是你高中当爸爸？你高中看他长大就是。来，峰哥问一下那个粉丝，看有没有记住深感动的一个特色。虽然你要退休了，但是我们永远还会支持你。真的吗？我感动的都要哭了，你忽然说真的吗？真的是吗？真的会继续支持的、你去哪里支持我？你不是有粉丝团吗？买按摩椅。我去哪里找他？FB，我没有FB。
弟弟要如何找到你？警察局啊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开玩笑的啦，好啦，你会觉得原来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这样。欸、我是配合你。对，今天峰哥的形象真的不一样。你有很感动，有没有很感动？有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下一个峰哥的球迷。要记住，你永远支持我。那你要好好说，跟峰哥说什么？他说你永远支持我。他说我会去警察局找你。我爱你的音乐，好，那我们先请三帅的粉丝好了，来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大自然你好帅。这根本就是我按摩的，不要帅了。破灭啊！没有，我只是故意。这个是店长不一样，身份不一样。啊，身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现就是在球场跟现在的他怎么样？一样帅。好，谢谢。